阿 sa 蔡卓妍呢日就出席摄影展分享会，展出早前为宣传电影《非分熟女》而同摄影师合作嘅一系列作品。摄影师当然就是非常专业啦，但是估不到男友石恒聪影相都好有水准。他拍的不错的，我挺幸运。早前阿 sa 就同男友十指紧扣咁出席炮哥冼立文嘅生日 party， 不过阿 sa 就因为病咗而唔能够尽兴啊。而家其实仲有少少病啊，你听我把声都沙沙蒙蒙咁啊。嗰晚系好开心啊，大家都，但系净系得我一个我冇饮酒，咁同大家嗰个 level 唔系咁啱咯。但系男友面对传媒似乎都仲系好唔适应咁。其实佢系真系一个圈外人咯，面对镜头佢系比较害羞，同埋都唔系咁中意俾人影噶。是，尤其是有閃光燈咯，即係所以下次如果大家見到嘅話，影相就熄咗個閃光燈去最好啦，即係唔好嚇親佢，同埋唔好一堆人咁樣衝過嚟，逐個逐個，可能佢嗰個心理會好啲，心理平衡啲。